果我是十恶不赦，而且会党对党造成伤害的政治人物，那也请公告周知。过去代表基金在台中作战，我常讲，我们是一个有难同乡、同当、有福同享的团队。年初，发了一纸公文，很足。我认为，既然是中评会的决定，应该要公告，让大家知道。这段时间，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没有参加平民记者会？很多人问我，平民人选，我是否有做决定？我是否有参与讨论？我发现我的回答，无论是与不是，都会对政党造成伤害，而且有许多不是我的支持者，也不是激进的支持者，居中挑拨，加深裂痕。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强沟通的能力。如果我是政资产，让我能够为团队作战尽一份心力。如果我是十恶不赦，而且会党对党造成伤害的政治人物，那也请公告周知。现在依然是激进的党员，我正试图继续紧抓着我们的双手，但一些误会跟谣言，因为沟通的落差，让不同的群众产生了问题。所以今天在这边也是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我们能够加强沟通。我始终是激进党的一员，很抱歉，我感觉到我脱队了，我希望我能够回到队伍里面。